哇！月月，要不然咱们两个把这球就分了？好啊，那你要这三块，我要这三块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不同意？那你要右边三块，我要左边三块。不行，胖妞，你不知道我最讨厌蓝色了吗？还分了两色，都把蓝色分给我。可是月月，紫色是我最喜欢的，不管我怎么分，蓝色都要给你的。不行，我不要，我给你啊，不要。月月，你要是不要的话，那就你两块，我四块，蓝色的给我。凭什么呀？这盒雪宝胶是咱们两个对钱买的，凭什么我两块你四块啊？那我给你三块，你自己不要的。我不管，胖妞，反正这个颜色我先挑。不行，这个雪宝胶是我选的，我先挑。你选的，那回来的时候还是我拿着呢。你拿回来了，那去的时候我要比你多流浪呢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就要这三块。我不管，我不要蓝色。你不要，那就好办了，那这六块都是我的。我的都是我的，我的，我不吃。哎，月月，你们要走了？调查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评评理，是不是这三块雪宝胶都是我的？为什么都是你的呀？应该也有我的，见证有份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一块都不给你。不给我，不给我，那都给月月。反正月月肯定不会像你一样这么小气。貂蝉说的对，这六块都是我的。貂蝉，等会儿啊，我把那个蓝色的分给你啊。是吧，月月？谢谢你啊。哎呀，跟我客气什么？等会儿啊，咱们两个一起玩搭帐篷。好啊。哎，你们两个这一唱一和的，当我不存在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气泡胶都是我的。胖妞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可是气泡胶大神耶，什么样的气泡胶你做不出来呀、你还给我们抢这个气泡胶，真小气。就是啊，胖妞，我看你这气泡胶大神的称号白来的吧。月月，你就别说他了，我看他这个气泡胶大神的称号就是白来的。我觉得也是，天天气泡胶气泡胶大神的有什么用啊？就是月月，貂蝉，你们两个太过分了，竟然质疑我气泡胶大神做的气泡胶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们玩了，别。哎，貂蝉，你说这胖妞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哎呀，管他呢，胖妞啊就是那样的人，等一会儿啊他自己就回来了。那好吧，咱们俩搭帐篷吧。好。哇塞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，绿色的。是啊，这个紫色的也很好看啊。他们两个真是太讨厌了。月月也讨厌，貂蝉也讨厌。还亏我平时对他们这么好，把好玩的气泡胶都给他们，竟然这样说我。貂蝉，你说刚刚咱们两个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他到现在都没回来呢。好像是啊，咱们几个经常也闹些小脾气什么的，平时的话他早就回来了，这一次他好像真的生气了。哎呀，貂蝉，其实胖妞平时对咱们还挺好的，咱们刚刚真不应该那么对他。是啊，不过胖妞有时候确实挺抠门的。哎呀，貂蝉，你别这么说嘛，咱们赶紧去给他道歉吧。行，拿着气泡胶，快点，走走走。胖妞，胖妞，干什么呀，月月？哎呀，你别生气了，刚刚我们确实过分了，我们给你道歉。是啊，胖妞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们两个给你道个歉。月月，貂蝉，其实我刚才也有点过分，我不应该把蓝色的气泡胶分给你。哎呀，没事，胖妞，这些气泡胶我现在都给你，咱们回去一起玩。是啊是啊，一起玩。好，那我要这块蓝色的气泡胶，我们以后别吵架啊。行，那咱们走吧。好，走。